眼症咧，我哋分为那个泪水唔够引起嘅干眼症啦，或者系泪水流失得太快嘅干眼症嘅。咁泪水唔够嘅干眼症，好多时就系嗰个泪水分泌腺出咗问题。咁呢啲可能系自身免疫系统嘅问题啦，或者系创伤性啊手术影响到个泪水分泌腺啦，或者系烧伤啊化学嘅药物刺激到令到佢受伤嘅问题，都会令到个泪水分泌得唔够嘅。另一个 group 咧就系那个流失得太快啦，流失得太快咧，好多时就系那个眼泪水表面嘅油脂层唔足够，咁油脂层唔够嘅话咧，就保护唔到个泪水，咁喺空气之中就好快挥发咗啦。感觉咧就系只眼会涩涩地啊，有啲唔舒服啊，眨眼嘅时候会好似唔系好顺咁样啦，有时有啲异物咁样啦，跟住咧就严重嘅话咧，就开始去到视力有影响啊，因为角膜会损啊，只眼会红啊嗰啲咁样咯。咁如果佢一般眼睛覺得結結地唔舒服啊，佢眨下眼啊又冇事，或者佢嗰、那個滴啲普通嘅喺街買到嘅滋潤淚水已經冇事嘅話咧，咁係唔需要見醫生嘅。但有時候有啲情況咧，用到呢啲眼藥水都解決唔到佢問題嘅，甚至乎咧隻眼開始又紅啦、發炎啦、有嗰個視力有影響啦，咁呢啲就要睇醫生啦，因為佢已經唔係一般普通成藥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啦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就會喺顯微鏡下面同個病人做檢查啦。我哋睇下有冇啲唔健康嘅細胞啊，唔健康細胞嘅分布喺角膜邊個位置啊，眼角膜側邊即係白色我哋結膜嘅地方會唔會有發炎啊、紅腫嘅情況出現啊？咁呢啲都可以幫我哋大概分到邊一類型嘅。如果佢揮發性眼乾嘅話咧，有時我哋會教佢用電腦嘅時間用短啲時間，或睇手機嘅時間用短啲時間啦。如果佢呢啲方法都唔能夠幫到佢嘅話咧，就開始可以俾一啲眼藥水啦。咁眼藥水咧，亦都有分一個保濕性啦同保油性眼藥水嘅。咁而家市面上有啲眼藥水咧，甚至乎兩種成分合埋一齊都有嘅，防止嗰啲淚水揮發啦，同埋亦都補充翻一啲佢唔夠嘅水分喺度嘅。其實兩種某程度上都可以修復到角膜嘅，有啲咧就係嗰個淚水入邊有啲成分咧，更加可以保護到個表面表層嘅組織，等佢修復更加快咁樣咯。眼乾點解會紅呢？就因為眼乾嘅時候咧，就嗰個細胞唔夠養分啦，唔夠營養啦，咁所以身體個反應咧，就啲血管擴張一啲，等多啲血嗰啲嘅成分咧，可以去到眼嗰度補充翻嘅。當個眼嘅眼乾嘅情況有改善咧，自然就唔會紅噶啦。咁但係你夾硬用藥係收縮到紅根嘅咧，就會更加問題更加嚴重啦。咁所以咧，病人應該選擇一啲純粹滋潤性嘅淚水咧，就唔需要揀一啲有收紅根嘅功能嘅淚水噶啦。有種特別叫做 BAK 嘅防腐劑咧，係特別容易刺激到眼，令到佢嗰個發炎嘅情況更加嚴重添，亦都可以令到眼睛更加嚴重嘅。所以通常我哋都會選擇一啲冇防腐劑嘅眼藥水啦，或者一啲比較溫和啲嘅防腐劑嘅眼藥水，先至可以減少呢個問題出現咯。我想我哋睇電腦啊、手機嘅時候，唔好太長時間啦，即係睇20分鐘，休息20秒，望20遠嘅嘢咧，就可以幫眼睛舒緩一下，咁淚水分泌都會好啲嘅。可以夜晚瞓覺之前咧，就用啲熱毛巾敷個眯埋敷眼皮，大概10分鐘到，咁亦都可以舒緩到呢啲問題嘅。咁如果有戴隱形眼鏡嘅病人咧，亦都盡量唔好戴咁長時間啦。如果譬如放假日子可以唔戴，盡量唔好戴啦。早啲翻到屋企，早啲除咗佢，咁隻眼亦都可以有足夠嘅休息，咁亦都可以幫助到呢啲眼乾嘅問題出現嘅。